看个这之后精神分裂真的。对，所以不要再点泡沫，每次点泡沫我就觉得哦天哪，我到底为了什么站在这舞台上？为了精神分裂。对，为了精神分裂。阳光下的泡沫，然后后面要很高音。你看，大大有吧？直接大大的有吧？五个字，聊到我都忘记几个字了，真的是。我就有那样子的感觉。好了，我来想一下啊，有了有了。所以我们至少还可以散发一点正面能量啊，在2016年的第二天，我们偶尔还在散发对那个正面能量，大大的拥抱。